你们敢相信吗？有一座城市我已经 N 刷了，到现在美食还没有吃完。你们猜一下是哪里？没错，徐州。不得不说啊，徐州这边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个肉最多的部位，先往锅里放，来口面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带你们来一个美食聚集地徐州，去吃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苍蝇馆的。具体有多大呢？就是我进去之后，两个手摆不开，张不开。带你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先来大包一分猪蹄，就要这个，不要切。不要抢，对，整个这大猪蹄39一份，在这么一个小的环境里，哇，里边藏着一家巨好吃的面馆，店应该就有两块砖，应该是60的吧，应该一米二的小店。面多少钱一份的？姐，400一份。看你们喜欢这个味道，闻味道很香。是的，就管这样吃也好吃。质量太大了呀，朋友们！哇！面！哇，这面，这不香迷糊了？哎，我要了一份大猪蹄儿，好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好期待了！我已经买了。这面量是真的大。就你们想一下啊，徐州这边口味本来就重，那浸满了这个辣子鸡的这个汤汁儿，啊，香很。挺好玩的。姐，你们这有蒜瓣吗？啊，我那个啥一下。来，我来说，吃面不是算下句，你们接。过来一个人，我都得往这测一下现在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一样的，就是喜欢这些比较重口一些的面。来一口这辣子鸡。我发现汤汁都在下边，你看。越往下的面越是这种油亮亮，并且这个面啊，它不只是有这个酱香和这个辣，里面是有加的糖，特别鲜。妈妈，工厂休息一下，把这大猪蹄给干进来。感觉这就是那种冰糖猪蹄。不懂就问啊，这种是前蹄还是后蹄？这个地方肉更多，哇！这个肉最多的部位先往边一放，来口面。刚刚这些料全好拌到下面了，下面全是青椒和这个肉段。哇，这猪蹄一点也不腻，全是这个皮和胶质。这家我可以说是除我上次在龙江吃的那猪脚饭以外的最好吃。吃这些啊，还是要抱着吃可以爽一些，就不要怕把手弄黏啊，或者是怎么着干洗洗，但是这样吃真的很爽。我感觉碗底剩这些肉啊都能再炒一盘菜，是吧？真是吃肉量真的超级多。这顿一共消耗一碗面，一个猪蹄，2分钟差，舒服。